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平镇东安国中三房加车位。好，现在我们在他的客厅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来看他的卧室，还有他的厨房。先看他的厨房。这里是他的厨房。好，厨房的阳台和客厅是连接在一起的。好，我们回到厨房，再回到刚刚的走道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他的次卧，还有它的共用卫浴间。我们先来看它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外面的走道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来看它的次卧。现在我们来看它的主卧。好，我们退出来，我们回到客厅。现在我们到楼上去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楼上的卧室和它的卫浴间。现在来看它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退出来，我们退回到外面。